啊，好吗？断有，阳寿阳寿，哟，忘倒，我心醉吧，我会点一个吧。哇，有，啊靠，我按错了。哎呀，还没进。行，你去打那个吧。你还要再打紫源吗？你要打诗诗吗？给你玩，再来一把这个。你玩。行行行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毒嘴是不是真材实料，这把多验证个几把。我跟你说，武藤他刚才盖到的帽子全都是瞎逼猜的，全是运气。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完全盖不来的。他没有玩过内线，照理说他应该是不熟那些一二段才对。你就看吧，好吧，你就看他这一把怎么说嘛。行，这一把我们再看一下毒嘴的发挥。我就是不知道他二点的那个盖帽的那个点在哪。他二点的锅点是在转身完之后，所以你看他转身之后再跳，有点像吉训福田那个二，你知道吗？在空中转完身之后，你再跳就行了。吉训福田的那个二点太慢了，他这个太快了。对，可能是我们延时的关系，就是咱学的慢的，我们可能要再少一点。对。被推了，嘿嘿。哇，超细爽，没事。一点啊，这就是一啊，这就慢了。啊，这没办法，晃倒了得猜。哇，好准！感谢博凯加入初级决斗者会员。那背扣有盖到对吧？我来叠一个超。这个哇，他也准哦。对，黄赖机制也是很稳定的。哎，他这个转身往中间的，你可以帮我卡停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球！啊、这个。他接球在这，然后转一下，再他接球十字转身，你站出来可以撞的，好吧？对，十字转身可以撞停的，二点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么慢吗？对他二点是真的很慢，就跟吉，所以我才说跟吉训福，跟吉训福田一样。戴了盖帽，对，他一点很快，对吧？对他一点很快的，他一点比较快。我还没进去，我的，没事，先叠一个超。哎，没事，撞停了。哎呦，好球、哦！有大，这效果有大。有了吧？不管我顶，有顶。没关系，我有这个助攻。二，好嘛，来地板，漂亮。一点不会漏，没问题，我也是相信你一点的。啊不，但这把篮板有点辛苦。卡到这位置了。啊，漂亮，这就是地超，有没有？在十字转之后，这就这个不会进。没打。哎，又进了。连进了。连进了，运气好。对，阳寿。哇靠！有，我是超级。这把没板，但是有阳寿在，有阳寿在顶啊！哎呀！哇，他怎么这么准？对啊，机智。你这个应该是可以，就有时候算一下他球，看要不要死帽。对。我缓一会儿。没事，我们这把靠阳寿不靠板，可以的。这颗。啊，对，这球我回来了，这球我回来了，我一点不动作了呀。对，你一点有冒到，这没什么问题。有了。OK， 我感觉靠阳寿，就靠阳寿。行。哦，漂亮，这地超。OK。这鬼顶啊，相信你的板。我这个位置啊。啊完了！完了！忘记了，我的。你还有颗点，没关系。对。没事，靠阳寿。
哎，没，板需要呀。没事。一点可以。我放心一点，包下。行的，行的。我这个有命中率的，行了。有了。OK， 靠阳寿。我们这把紫源现在有板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没事，这把有地超啊，还有超级。哇！哎呦，啊，我的，我应该要猜一下。没关系。我感觉你够快。应该补你一颗的。对，这球我感觉你够快。进去了。啊！我操！羊回来了，羊回来了。一点。在干嘛？哎，完了，我挡了你。你这个面向一点二点都冒不到。我操！什么？断了。啊，好吗？断有，阳寿阳寿，有晃倒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有，二点。哎，我没回去，我往里走的不深啊，这就。没事，升位了。哎呀，没这颗，篮板来一颗。啊，外板，应该还会再养一颗的，没意外的话。我这个拼，哎，好帽，这个行，二点，哎，阳寿没进，哎，慢了，没事，哎呀，我操，干很拆耶，很少啊，大。没到他没有啊！对，忘了，我到放空了。有，还有机会，等下再养一颗，我靠，他怎么这么硬啊？这一把他很强的，他不差，他是 S0冠军啊！二点有吗？有，还有机会吗？你打还是我？哎，有梳头，漂亮，我又有光了，再养一颗，啊，我先这把，我会捡一个吧。哇，有，啊靠，按错了。哎呀，啊没进。还真的是阳寿太强了，好啊。阳寿。这把太阳了。还真的是运气好到底了。真的。有了。这盘真的是好到底了，是运气，我得发个表情啊！真的，太阳了！啊，猜一下！还跟我搞吗？行，这把我们一颗板都没有，但我们可以赢得比赛的，没有事哦。哎呀，没有，关键他确实没板，确实不行。二点，哎呀，面向我，二点冒了，这球。没事，再来一颗。行。哎呀，我操！那你没按出来啊？哎呦，篮板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二姐，还有机会。太累了，我操！他们这板怎么这么硬？没有，来一颗吧，兄弟。真的是，我摸到了。好，我操！没事。没了。啊，我们这有了！哎呀，我操！这把舞台已经尽力了，好吧？对，这把系统尽力。我也很硬意，有我感觉出来。我们这应该不是12-0吧？这篮板。14-0，抢得我一身汗，我。没事。哇，他是真的蛮硬的，那个吉莫是真的蛮硬的。好球，差一点，我们这个系统就干翻对手了。我操！不想再玩这个内线了，没意思。
就是那些美女的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咯。